세모니앉으세세모니앉으세为什么要讲两次呢？因为这是我唯一会讲两句。好，每次我都很抱歉哈，就是我们是在跟所有的这个客家语的大师们哈上课哈，但其实我自己就只会讲 ceremony 啊，我其实还会讲另外一句叫做 ceremony 啊 ，ceremony 啊，啊，但是就是这个很有缘分的哈，我们在这边再次见面哈。我们我记得上次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大讲堂见面，好像有几位熟面孔，对不对哈？那我们曾经见过面的，请麻烦举一下手看一下，好不好？好，手放下，谢谢这位大哥大姐哈，再次捧场哈，没有因为是我要来教，然后就没有来哈。那当然也有欢迎这个新同学哈，第一次见面哈。那虽然我们刚刚有举手的这些大哥大姐哈，好像我们曾经见过面，但是我们上次在课堂上所讲的东西感觉像是隔靴搔痒，隔靴搔痒，就是说，看到这后尾好像很棒啊，但是我不怎么用，对不对？我的手机好像不太听我的话，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去操控它，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即使你刚刚是举手，听起来像是老朋友，但是就像刚大姐说的，老朋友，但是新同学啊，是第一次要来学习这个。那我们总共多少时间呢？其实我们有两个早上的上课时间，两个早上啊。那各位的讲义我刚刚也看到啊，就是我们有两天了啊。第一天当然是今天早上，下一次应该是下周的同一时间嘛啊。我们是从8点到12点，但是因为有些伙伴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或者是塞车嘛，那我们今天第一次也有点点小耽搁，希望下一次上课呢，我们是可以准时开始的。那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就刚这个校长提说要准时上课，老师准时来啊。其实我也是7点10几分就到现场。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上这个电脑课，我可特别麻烦啊。他不是只是把这个东西弄，这个我们的志工更辛苦啊。志工听7点就都到现场，7点。然后我进来的时候，通通都在扫地啊、擦桌子、荧幕啊等等弄弄。我非常感谢啊。那我们是不是给志工们掌声好吗？志工是穿制服的，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哈，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环境都弄好。这个在其他地方的教室大概不太可能，在这边，是很感谢，每一次都是如此。那在现在比较早来，其实除了弄这个之外，弄这个不是各位的电脑哈，还包含说要让各位有一个可以上网实习的环境啊。我讲的上网不是电脑的上网，电脑上网其实新民国中早就弄好了。有这个新的电脑可以用，对不对？好，这是今年才新的哈。那这都不是我的功劳哈，就是学校帮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持续的可以借学校的设备跟这个环境来学习啊。那现场另外各位看到在后方哈，后方那有帅哥，对不对哈？有几位帅哥，在帅哥的前面这边哈，有一个有三条天线的，对不对？那个就是一般我们称作叫做无线网络基地台，无线网络基地台啊，它提供给我们现场。所有的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呢，可以有 WiFi， 可以有 WiFi 的使用。各位知道 WiFi 吗 ？WiFi 就是无线网路哈。那对大部分的老师来说哈，因为老师们多半不是业务人员，那如果不是业务人员的话，很有可能你就不会需要用到3G 或者是4G 的吃到吧，比较少，比例上比较低哈。我调查一下好不好？就是。如果你是使用你的手机哈，是随时都可以上网，用那种行动上网，3G、4G 吃到饱的，请举下手。好，手放下。哎呀，比例还蛮高，对不对哈？如果说你刚有举手的这些老师们哈，请你就继续用你的3G、4G 的网路来上网。啊，就是你上网的时候上面就会写一个3G 或者4G 或者 H 这样的一个字眼，对不对哈？那至于其他刚刚没有举手的老师。就是你可能没有用到那么大量，你可能有3G、4G 的网路，但是不是吃到饱的。那这种情况底下就是吃不饱的，对，或者是吃不太饱的啊。那没有关系，我们现场有无线网路，无线网路。刚才有这个一位老师提问说，老师我这个手机没有 SIM 卡，上课可以用吗？啊，当然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打电话，上课也不可以打电话，对不对？如果真的要打电话，你也是赖别人，对不对？这个都不用 SIM 卡，都不用 SIM 卡。那你只要有现场有
有这个无线网络或者是有 3G 4G 就可以用了。那你会好奇说，老师，那我这个手机说用无线网络，我在家里可以用，来这边我到底怎么用呢？你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比较早到的老师其实都已经我协助都已经连线了，还有后来后半段没有，你打我说是假设你没有 3G 4G 吃到饱的老师，你只有你要想要使用现场的 WiFi， 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然后里面去选择 WiFi， 就是无线网路，然后你会看到有好多可以选择的，有好多可以选择的。好，那在可以选择的地方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叫做 Huber 羊。Huber 羊怎么拼呢？叫做 Huber.yang， 好，那是我，对，那是我的无线基地台。那有的老师呢，你的手机型号比较新，你可能会看到有两个 Huber 羊。就是你打开 WiFi 的时候，也许你有疑问的话，我们现场的助教会协助你。你打开 WiFi 的时候呢，可以选择有一个 Huber 羊，然后呢，如果你看到两个 Huber 羊，其中一个写 5G 的，请你选那个 5G 的。你用 5G 的对，如果你有两个可以选择，就选 5G 那一个，那代表你的手机形式比较新一点，你可以使用 5G 的。如果没有，你只看到 Huber 羊，就选 Huber 羊。我刚刚这样做这动作，其实是用现场的网络分流。有的老师们就继续用你的 3G 4G， 不会吃到现场的频宽。那有的老师的手机可以支持 5G， 5GHz 5G 的，你就走 5G。那有的老师呢是用传统的 2.4G， 就是看到 Huber 羊只看到一个人，就用那个 2.4G 的 Huber 羊。那如果说你真的听不懂他在讲什么，没关系，那是正常的，你就举手，等一下我们的助教会协助。这个是跟操作有关的课程，所以如果是跟操作有关的话呢，我会希望说我们真的是用心的去操作，那操作完之后呢，希望有一些成果的呈现，所以课友会这边请社大来承办这个课程，那我有幸来这边协助大家来跟各位分享这个部分，我也会相对的要求大家，就是很重要哦，很重要哦，很重要哦，这一门课呢是有作业的，好可怕！中午也没有，跟回家写作业，对不对？听到就觉得很可怕。所以我刚才有讲两次，很重要，对不对？很重要，要写作业嘛。那作业怎么做呢？如果做一做就交了这个可能不是这样可能不是这样。你做了之后，你还要上台报告。好可怕！各位现在可以赶快离开吗？不要离开哈。就是我们希望这个上课的作业我们有练习到，然后呢有一些压力在，但是呢我们因此也成长，对不对？但是也不要给各位过多压力，因为大家都很辛苦，对不对？身兼数职，又是老师又是妈妈又是什么很多角色，对不对？做保养呀哈，还有做阿嬷有哈，看不出来哈，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现场。可以用分组的方式来进行，意思就是说这一组只要交一份作业就好，这样觉得心情稍微好一点，对不对？现在各位会专最关心的事情应该是建国姐多少人一组？各位希望多少人一组？老师做大家共全班一组，对不对？那不用做了，对不对？我做好了。当然不行嘛，那个又放得太松了，这个是在松紧当中要拿捏，对不对？我的盘算是这样子，2位到3位一组，2位到3位一组，所以你现在应该赶快看一下你最信赖的那个人，对不对？不要看我不算了，我是导师，对吧？你应该看的是坐你隔壁的或是坐你附近的，赶快 眼神投向他，对不对？然后跟他产生一个默契，跟他产生一个默契，跟他两个一起抓了，我们三个一组好不好？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啊，30个都是好朋友，30个一组。我们原则上就是2到3个，4个人也可以2个人，对不对？主办单位有要求吗？2到3个一组，好不好？如果说你觉得2个压力太大，就是3位，好吗？好，那你会说老师，这作业会不会很难？会不会我不会呢？
你不会就是我的责任嘛，对不对？欸，各位老师请注意哈，如果你做不出来那是我的责任嘛，所以你不用担心你做不出来，你一定会做得出来，只是说你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去做，这样，而且你要把它用在你的工作当中，用在你的工作当中啊。那这个是希望比较有趣的哈。那好了，刚刚大家都已经很快的分组完，对不对？我知道现场可能有人今天早上是请假的，啊，有老师现在才到现场。对，刚到哈。我们这个课程哈，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会要求两个老师或者三个老师为一组，要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分享是跟你讲，讲节目不要这时间哦，每一个人可能3到5分钟一组了，可能我搞不好会想，搞不好3分钟没什么，好，就要分享吧。所以其实也不会那么大的压力了，只是希望说上课所学的真的有用到，就这样子。所以这真的不难。那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应该是不用每个人做完全套，把这2、3个一组来完成哈。来，我现在要请各位确认一下哈，从这边开始哈，这边开始哈，就是我要确认是哪些人是一组的，好不好？先通，请各位都老师都站起来好了，全部都先站起来。那我从这边开始哈，你告诉我哪些人跟你一组，那你就可以坐下，好不好？那是几位？好，来这边先站起来。那你们两位对不对？好，请坐。好，那这边呢？跟谁？两位对不对？两位举手。好，请坐。来这边呢？三位。好，请坐。那这边呢？三位。好，请坐。三。好，请坐。来后面啊，大姐呢？三位。好，请坐。来这边呢？三位。好，请坐。大哥呢？大哥还没有，目前到单吗？好，那请三位请坐啊，来这边大姐呢，三位好，三位请坐，好来这边呢，啊没关系，你们先三位先请坐，我们老师到单嘛，对不对？没有关系。还有张淑丽老师。张淑丽老师你认识吗？不认识，因为这位老师他也是到单的。好，那老师就辛苦一点，目前今天只有一位，但是下次会另外一位张老师介绍认识新朋友，好不好？好，请坐哈。好，来，各位老师，我知道您的疑惑哈，我都没跳呢哈，没跳过上台报告，我再次强调哈，让各位学会哈，是我的责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都不会的话，我也下不了台。一定会让各位学会的，好，也不会那么难，一点都不难，好，只是说我希望我们有一些互动跟思考，而且有一些分享，这些对我很有用啊，我用在什么地方，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用简单的投影片，简单的，不要很多，因为每组就3分钟来做 present 啊，所以我们后续讲到的每一个主题，我都希望你想想，这会不会用在我下一次上台我可以简报的部分，这样好吗？不要那么大的压力，好吗？不要一直睡不着觉，没那么严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题哈，这个叫做数位学习的策略跟行动啊。我们刚刚前面在讲的就是一个行动嘛，行动，我们需要有一个行动，真的把这个数位学习放在里面，因为我是老师啊。那其实数位学习你不要设定说一定是老师哈，我在前两周我面对了很多，其实他是。这个地震室啊，他们一个工会所办的一个训练啊，去协助他们是在中部啊，他们其实就有比较多的，比如说做业务的同仁，他们也在做数位学习，他们也要学怎么用数位的方式去帮自己啊，把东西卖得更好，把自己的品牌、个人的名声做得更好啊，这都是属于数位学习的一个范畴啊，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堂课当中呢，要谈到说。如何用行动载具？各位知道什么叫行动载具？这四个字听起来很艰涩，对不对啊？但其实它就是各位手上的那一只叫做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是随着你的随身的，这叫做行动载具。行动载具，行动的装置。那这个行动载具、行动装置，它都具备一个可以上网的特质。
他不一定是可以打电话的，所以你不用想打电话这件事情。我讲打电话是指传统电话，不是LINE那一种，不是 FB 打电话那一种，是传统的打电话到家里电话、室内电话、外县市电话的那一种。这个不是我们上课讨论的啊，但是它的确是用在我们的手持式的装置当中啊。那我要请各位先用你的手机拿出来，你手机现在应该都可以上网才对哈。我刚才花一点时间哈，有没有看到画面上一个复复杂杂、黑黑的、白白的那个东西？请问那个叫做什么 ？QR code 对 ，QR code。画面上有一个，不是你的手机上，不是你的手机，屏幕上，屏幕上，对不起，我没讲清楚，屏幕上面，你手机黑黑白白的就坏掉了，对。屏幕上面有一个黑黑白白的，叫 QR code， 那是标准答案啊。当然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不讨论学术的啊，一般我们就说叫 QR code 嘛。各位老师知道 QR code 通常是做什么用吗？扫描之后可以进去，加到他的 LINE， 对不对？对对，很多代表各位用 LINE 用很多，对不对？还有什么 QR code？ 还有商品介绍，我们看很多的 DM 上面会有一个 QR code， 对不对？对。啊，那扫进去它是会动的，还是只是文字图形？有文字也有。有的时候你扫描进去看到就是影片，有没有？它详细介绍它的这个商品的影片。啊，如果是一个老师所准备的这个东西，它扫进去可能是什么？教学的。对，可能是教学的短片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所规格准备这个哈，它是什么东西呢？不知道，各位扫扫看就知道。老师问题来，怎么扫？怎么扫？从那个LINE啊，对对对，已经有老师提出来了，就是说你用你的 LINE， 你手机当中一定有 LINE， 对不对？对。请打开你的 LINE， LINE 当中是个加入好友。对对。通常看到加入好友就会看到上面有一个行动条码的图案，有没有？你点那个行动条码的图案。它就会出现一个可以扫描的画面，就对着萤幕的那个地方去扫进去。打开 LINE 之后加入好友，进去的时候你发现那叫做投影片的问与答，有没有？对，我希望你按一下登录，登录然后就输入你的 Gmail 账号跟密码。应该上 Gmail 就好了，报不用密码。对，像他一样，就是哎，老师是输入信箱嘛？对，信箱，信箱。他上面有一个，提出问题的画面，有没有？对。提出问题。对。那就在上面提出你有没有看到我在上面已经写了一个问题？我的问题是什么？啊，对，感谢各位帮我念出来。那下面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字眼，对不对？好，这是给各位思考用的哈。然后呢，请你在上面提出问与答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输入的地方，请你在上面告诉我，你认为哪一个东西可能对你会有帮助？你根据你看完我写的那一行之后，你觉得哪一个可能有帮助？我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回答我，请各位回答我啊！就在手机上回答我，哪一个东西对你是有帮助的？你认为哪一个对于一个老师来说是有帮助的？你就在那个栏位上写，可以吗？就是在现在画面上，现在画面上可以提出问题的这个地方，就直接写你的问题，你的答案。如果说你刚刚没有扫到，你画面上还可以再扫一次。譬如说，你觉得做一个教学短片是有帮助的，你就写教学短片啊。
如果你觉得通通都会很有帮助啊，你就写哦都有。都有我就会讲完，大家都写通通都有。好，来，各位，你可以看到萤幕哈。各位直接看你的电脑的萤幕。刚刚我们是不是这样进来的？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简报，这是一个简报哈。我请教一下各位哈。好，各位先停下手边的工作，没有关系，还没有回答没有关系哈，这不会打分数了。我只是希望取得各位的一个 feedback， 好 ，QA 嘛哈。曾经用过 PowerPoint 的举下手。 PowerPoint 好，手放下。电脑的 PowerPoint， 对， PowerPoint 在电脑上，手放下。你曾经做过一个简报，然后呢用 PowerPoint 做，而且上台用 PowerPoint 跟别人讲的，请举手。啊，对，那是上课嘛，对不对？ PowerPoint， 我们现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类似 PowerPoint 的东西，但不是 PowerPoint，它不是 PowerPoint， 它是我们在画面中哈。你在画面中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的画面？有没有？其中我们说哪一个最有帮助呢？最下方有一个叫做制作互动简报，这就是叫互动简报。一般的 PowerPoint 哈，它其实就是静态的一个档案，对不对？就是一个档案，不会有这种可以跟现场互动的方式。那这个就是我们云端工具的一个部分，了解吗？这个也是我们希望各位在下一次上课会教各位啊，这个步骤怎么做，它绝对跟 PowerPoint 是很类似的啊，但是功能比 PowerPoint 某种程度来说是阳春，比 PowerPoint 阳春，但是它的互动性是比 PowerPoint 强大许多啊。我们会用这个工具来，下一次会让各位上台来做简单的分享。所以你也会，到时候你也会像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网址，然后大家就直接在网址上直接就敲进，就可以问你问题。你在简报的时候就可以问你问题，类似像 QR code 这个，只是我刚刚的操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是直接点多一个问题，然后请各位有一个思考的方向，那在下面去提出你的答案，对不对？通常这种简报是说，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上现场都没有人举手嘛，那没关系，我给各位一个网址，各位站在网址上，你想拍谁空？网址上用匿名的方式来问你问题，他立马写三，而且这问题呢是全部的人都看得到，所以就发现说上课没有人举手问，但是下面问的问题很多，而且我大家其实都在滑手机，大家都在滑手机，但是滑手机的同时间也达成了问问题，而且同学可以讨论的一个部分啊。那这个是我们在下一次上课会提，也借这个机会做个展示，也让各位了解一下各位可能哪个部分帮助。比如说有位匿名者，他说制作互动简报，有人说云端相簿应该都很需要哦。目前可能是相簿跟影片、活动的短片，或是做相簿、做互动短片等等，有没有？像这些，那个春兰是说，都需要的。那知音是说教学生需用的电脑教学。
美女说都有，都有。这因为我讲可以讲都有之后，大家就开始想都有，各位好。那基督是说 Word 的长文件编辑，好，等等等等。那我并不是说我们在这一堂课当中呢，会把各位的所有需求去满足，不可能，因为这时间一定是不够的。但是我们会希望起一个头，让各位知道说这进去其实还蛮有趣的一个部分。好，那刚才各位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是用什么方式呢？是不是我看有人在手机上就开始用手写，有人是用注音，对不对？各位现在手机上面写字比较快，还是用电脑打字比较快？见仁见智哦，见仁见智。如果你本来就是电脑挂的，你操作电脑已经很习惯，打字很快，有的还会仓颉，还会什么行列新新注意什么哦，各种很厉害，对不对？但是有的老师以前就是没有在用这个，所以打字就一定很慢。这时候就觉得手机还不错，因为手机至少可以用写的，对不对？所以不会遇到那种之还是之啊拼音拼不出来的问题，对不对？那我请教一下各位。手机只可以写吗？可以说。有没有老师刚才这样说的？有。对啊，你应该跟手机用说的啊，用讲的嘛也通啊。譬如说，我示范一下啊，各位看，你现在荧幕可以，你现在看你荧幕就是我的手机一模一样的啊。我觉得都很需要。这样不是比较快吗？对，这样不是一秒钟内就搞定？点哪里的？我的，因为我的手机跟这个不一样嘛，每个人手机都不同。像刚刚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我是先按那个提出问题那个栏位，代表说我要提出问题的，对不对？按一下它之后呢，我就从我的手机上面找到麦克风的图案。我的手机上有一个麦，各位看到我手机上有一个麦克风图案吗？各位每个老师的手机的版本都不同。所以你的麦克风的图案会长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如果你找到的话，按它直接用说的。现在画面上出现这个叫做 Google 相簿，你有在用相簿的举一下手。哎，你看怎么可能这么少？你有在用相簿的举一下手，数位相簿这种，这么少？各位手机上面有这个图案，有看过这个图案举一下手。对，手你的画面上面有一个叫风车的，对不对？你的手机上面有风车吗？没有。没有。有不知道，找找看，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云端工具哦，非常棒的，每个老师都应该用，都应该有。这叫一般我简称叫做风车相簿 ，Google 的风车相簿，请你找到它。就按那个陌生的对 ，Google 项目是对你第一次进来的，因为你不要担心，因为你没有，只有这样。
相簿啊，刚才我是用那个去找，现在有，对啊，
下。我要上网，是不是在弄 ？OK， 好，来，刚才呢，我们都已经在用 Google 相簿，对不对？各位看一下我这边的说明哈。如果你刚刚没有的话，或者是刚刚其实是我们助教帮你做的，你自己没有操作到，请看黑板上这边的几个重点哈，或是看你荧幕也可以哈。第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打开 Google 项目？像刚刚很多的老师在找那个风车找不到，有没有？找不到。其实我的做法其实就是对着手机直接讲，打开 Google 项目，这样就好，这样就不用找，知道吗？我们以前哈，以前为什么会用找的？因为你已经习惯自己找，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用电脑的时候，电脑是不是支持自己找？你档案必须自己找，图形必须自己找，什么都必须自己找。但是你已经有手机了，手机它是会听你话的，叫它找给你就好了。这是我们用智慧型手机，人要变得智慧，对，不然你花钱买这么贵的手机，你还是跟传统的方式去找，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刚刚打开，如果是我打开这个，我可能不是直接去点那个风车，我就直接用讲的就好，我是直接对着麦克风按下麦克风讲，打开 Google 项目。好，那它会发生一个情况，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 Google 项目，它就会跳出来说要不要安装。那刚刚很多老师都已经装好，对不对？另外一种是像这个叫做 Play 商店，有没有？ Play 商店，刚才有老师从 Play 商店装的，这边就是我们刚才是有带几个老师在那边示范，直接跟 Google 直接在商店当中讲 Google 项目，意思就是说我要买 Google 项目。我要装 Google 项目，请你告诉我它在哪里。你去 Seven 就跟他讲，我要一瓶水，他就拿给你，一样的道理。好，我要一包烟，他就拿给你。所以这叫做直接用说的，用购买买通。从今天开始，我希望各位要练习怎么用讲的去对你的手机讲。这个叫做人机界面。你的手机够聪明，可是你不知道它那么聪明，根本没有用到它的时候，就科学了。所以你必须学会怎么去操控它。就像你买了电视机，你要学会啊，这上一台、下一台数字49、58怎么按啊，音量大小怎么按，这叫做人机界面。你一定要学那个啊，其他不用学，你只要学这个就好。手机也是一样，你要学怎么样用讲，让你手机可以为你做事情啊。所以我示范一下，我这边有，因为我这边可以连到我的手机哈，给各位看一下，这是我手机的画面了哈。各位可以同步的把你手机上面的所有程式，通通都先关掉，都先关掉啊。那每个人的画面会不同，对不对？像在我的手机上面呢，我有一个很大的图案，有没有看到在右上角有一个图案，就是麦克风的图案。所以我要做什么事情都是按这个麦克风图案，打开 Google 项目，但是各位请知道，就是每个人的手机的麦克风可能不一样，所以你要找到怎么去点那个。有的时候你有一个叫做语音搜寻麦克风很大，你应该把这个东西放在你的桌面上，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它，那是很重要的。有的人是打开浏览器，然后再去看搜寻什么写在，要找那个最快的方法去找到那个麦克风，然后呢对着手机来讲话。
要找麦克风，刚刚你给我讲的。这是有可能正大的人在做。大的。然后搜寻。有这是搜寻。Thank you.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面看了哈。好，我们刚刚前面是讲说怎么样用语音搜寻的方式，然后打那个麦克风去找到，去打开你的程式。那你每天最常用的程式是 Google 相簿吗？没有。你最常用的是什么？ LINE。 那我请教各位啊，如果你现在是要打开 LINE， 你应该怎么做？如果我强迫你不要用点的，你要怎么做？就是从麦克风打开 LINE。 通关密语叫做打开 LINE。啊，它会不会写成那个赖皮狗的赖？不会哦，你要发音标准一点啊。打开 LINE， 打开 LINE 啊，练习一下，对，以后用讲的。手机应该会有，只是现在还没有打开。我要花一点时间帮你打开 LINE。对，好。以后就用这个方式操控，可以吗？那你会说，老师啊，我必须按那个麦克风。在讲打开 LINE， 我不直接按打开，直接按 LINE 就好了。没错，没错啊。但我要讲的是，这是个习惯啊。你知道可以这样用之后呢，你就多了一个操控的方法。因为你将来可能不知道打开，你要打开很多其他工具都可以。一般全部。我等一下我后面教各位，你可以命令你的手机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上次我在演讲中我有讲，等一下我会教，那你会觉得很兴奋的哈。那收藏，所以我们就。什么东西？啊，当然了，你不能够在开会的时候再打开 LINE， 那也是倒霉吗？当然不会这样嘛。可是在家里练珠才行，打开 LINE 什么？可以吧？对不对？你要手油油的去按吗？对不对？欸、老师不对，我还是要按那个图案。我告诉各位哈，各位在座有没有 Apple 手机？ Apple 手机举下手。Apple 手机不是就讲 Hey Siri， 各位知道吗？对不对？你根本就不用按按钮，不是吗？你的手机也是啊，你的 Google 手机哈，它因为现在可能还不够强，我们台湾有些功能还没有完全开放，所以呢，并不是每一只手机都可以直接讲 OK Google。各位有听过 OK Google 吗 ？OK Google 就是说，就像 Hey Siri 一样，我手机那边对不对？我直接讲 OK Google， 它就开机，它就开始回应。根本不用手按的，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就 OK Google， 他就开始，他就跳出刚才那个准备让我讲话的，我就讲打开 LINE， 类似像这样，好，那叫做 OK Google， Google 是这样 ，Google 小姐 OK Google， 但是 Apple 手机做的更好，它叫做 Hey Siri 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女生的一个角色，她会跟你对话，来跟你跟她说，我好闷啊，唱一首歌给我听好吗？他说：“我不会唱歌，不要开玩笑了，唱一首歌好吗？”他会跟你对话。Google 当然也会 ，so far 还不会，慢慢的就会。他必须训练。比如说 Google 可以至少可以这样做，就是假设你很想听邓丽君的歌，你就可以跟他说：“我想听邓丽君的歌。”他会教，现在目前都可以哦。他会帮你上网找那一首歌，或者是直接播手机里面那一首歌，播只要跟他讲关键。你要怎么去跟他讲那个人机接那个？你要讲什么字？所以我刚刚讲通关密叫打开 LINE， 那手机可能是我们 Google 这里可能是播放将会，他在跟你播你手机里面将会的歌，这是会的、哦，这是目前就会，只是说他差了一个动作，就是不能够直接 ，Hey Siri， 我想听歌啊。我说我不会唱歌，那讲个笑话吧，好吧，那我就讲个笑话。Hey Siri 真的会，真的会。啊、如果你的 Siri 还不会，你要训练它，当然会。Google 手机将来也都会，所以我现在讲的是，在我们手机 Google 还没有那么聪明的时候，还只能做半套的时候，我就要按下那个语音搜寻的那个图案，那接下来就可以享受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那将来会变成都不用按，直接讲 OK Google。在台湾有些手机是可以的，我的手机也可以，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啊、在国外有些地区是早就都可以。因为可能我们这个地区还是不是 Google 最重视的一个市场，好，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懂得用语音去跟你的手机沟通，将来会多了一些乐趣，好吗？好，那我们用这个相簿到底要做什么？刚才已经很多同学有疑惑了，
有同学打开的时候赶快跑来找我说，老师他上面一直在讲正在备份，然后数字一直在跑，那怎么停啊？那数字一直在跑，我说我是故意的，你先回去做好，让他跑，本来就希望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跟各位讲，为什么我需要用到相簿啊？我们先回到教学现场，教学现场现在所有老师上课都会随身带照相机嘛，对，就是你的手机啊，就是手机的照相机嘛，随身就会带嘛，然后就会帮孩子拍照嘛，就会帮孩子拍。我们前阵子刚刚做完夏令营啊，各位知道夏令营吗？孩子的夏令营啊，爸爸妈妈都希望我们帮孩子拍照，拍孩子很认真在学习，他很开心的笑容，我们也希望这样，因为这样他才会继续来我们这边上课啊。所以我所有老师上课就是，各位开始来讲，各位开始，好，孩子们开始操作，手机就开始去拍，每个孩子就开始拍，孩子就说啊，不要拍啦，我说啊，那你去做你的，我一定要拍，啊，就他在做他事情就开始拍完之后呢，糟糕的麻烦，这都是教学现场会发生哦，拍完之后呢，你回去他再花时间把这个手机接上电脑，他开始抓档案，有这个经验的举一下手，心有戚戚焉啊，基本上得吸干啊，手放下。不应该是这样子的，你的手机难道这么笨吗？它不是可以上网吗？应该是拍完之后就自己帮我上传就好了，拍完就自己上传，我不要再花时间才去接线，接线有时候又哇手机没电啊，线接下去又暂时又读不到，有时候读不到，有些时候读不到，麻烦的要死。应该不是这样子，再加上说你会不会担心电脑中毒？你的电脑有没有中毒？你讲有是代表你知道，你讲没有是代表你不知道它中毒了。就像我们身体都有病毒，各位知道吗？可是你表现很好，那是因为你对抗它，对抗得很好，它没有发作。电脑，凡电脑必有病毒，请相信我。凡电脑必有病毒，你绝对不能信赖它。手机只要用一条线接屁股接上电脑，你的手机也很快要遭殃。只是那个病毒不是否手机的，所以暂时不会遭殃。禽流感只感染家禽不感染人，那有一天就会变种，通通都来。如果我是病毒公司，我以前设计的病毒是可以感染电脑，我现在在为了我要生存，我在设计感染手机的嘛，因为大家已经越来越不用电脑，那我就没钱赚了，我就只好感染手机嘛。可是我怎么去感染你的手机？我就赌你一定会把你的线接上，接上的时候呢，你的风险就来了。啊，各位老师，如果你已经够忙了，还要花时间处理的电脑有没有病毒，手机有没有病毒，那就事情很大的。所以说这个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照相是我们老师必备的要做的事情。那我怎么样让他不要对我造成困扰？那就是让他可以第一个功能叫做备份，而且是一个自动的备份。啊，各位手边都有讲义嘛，对不对？你可以在备份前面加两个字，自动的备份。你刚打开这个风车相簿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在自动备份了，对不对？所以各位一定会发现，现在你的网络一定会变慢。你一定会发现有的人刚刚就跟我讲，老师，现在网络变慢了。但是刚刚好像还可以，为什么？因为全部人都开始在备份你的手机啦，全部的人都已经在利用这个网络把你的相片传到 Google 云端去，网络怎么可能快？网络不可能快啦，这么多人都在用，对不对？而且不止备份你的手机的相片哦，有没有人会用手机拍影片的？一定会啊，每个人都会，现在也正在备份。影片多大，你知道吗？影片很大的，所以正在备份。在备份的时候呢，一定会让我们手机网络，一定让我们的现场的网络变慢。但是不要怪我，要怪大家，或者怪我，我带大家开启了这一道门。但这个门是必要之恶，我一定要让它启动。老师，那我今天我这个上面我打开的时候上面还看到好几百，我们刚刚有看到好几百的数字，正在，或是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但是它其实你一打开风车相簿，它已经开始在备份了，只是你搞不好没看到这个数字。它会把你手机当中你所有存在你手机的相片，通通都一帧一帧的相片，一幅一幅的影片，通通都传到 Google 云端去，自动的传上去，传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让你将来要处理这些相片的这个时间可以减到最低，而且不必去接网路线，而不必去接那个传输线，不会让你的手机暴露有更多的风险去中毒。再来第二个，透过 LINE， 因为每天都会用 LINE 嘛，LINE 也会有一些相片影片，你觉得很棒，还把它按下载，有没有？
储存。那这些东西，如果你觉得很棒，而且已经储存到你的手机里面来了，它就会占用你手机里面的空间，不只占频宽，还占空间。所以手机越来越慢，这不是很正常吗？因为我们现在忍不住就想把这个下载。刚才有老师已经发生了，啊，惨剧！他已经告诉我，我想装风车相簿，就跟我讲空间不足。旁边马上老师跟他讲，你 LINE 很大，里面某些东西可以删，或者是里面某些该删的就要删，某些程式可能就要把它移除。有些程式对你来讲是没有生产力的工具，譬如说昨天有一个程式很有名的，叫做什么 ？Pokemon 是不是？新闻不全部都是吗？对不对？那对你的工作是那是没有生产力的，那是娱乐的啦，对，它没有生产力的。那假设你要装这个程式，你就回以后再说吧，暂时先移掉，对不对？类似你的手机当中还有很多种没有生产力的，都可以把它移除。来腾出你的空间来做这种有生产力的这一个风车，知道吗？啊，这个风车啊，再来看第三个，这是我要跟各位老师讲的非常重要的，叫做自动分类整理。各位都是婆婆妈妈哈，我非常佩服各位哈，因为你回家就是会把家里打扫得很干净，各位，所以你只要看到答案，有看到答案就想把它整理。把它分类整理，有没有整理相簿的经验啊？我是几月几号去哪边玩，日本玩，就弄个日本三日游、日本五日游，开始把相片开始都放进去，对不对？这个事情就会浪费你的时间。坦白说，这种事情完全不必做。只要你以后用 Google 相簿，那些你通通都不用做，因为 Google 相簿会知道哪些相片是在日本拍的，它自动帮你分类在一起，你不用花时间分类，你懂吗？我等一下可以示范，真的不用花时间做。那这个就可以腾出点时间做其他你的教案，或者做其他事情哈。再来分享你的 LINE 好朋友，风车相簿里面会有很多的相片，这些相片呢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手机里面的相片，另外一种是你个人账号存放在云端的那些相片。你可以把这些相片透过 LINE 分享给。但是分享给透过 LINE 给下面的朋友，各位都很熟，我基本上搞不好可以不用教，或者你要是不会就问隔壁的，他都比我还会，啊，分享相片很简单啊。可是如果说我举例哈，我昨天去南投玩，我昨天真的去南投玩，然后呢，我拍了很多相片，我觉得很棒，枫叶什么什么很棒，当然不是现在啊，反正我假设我拍了一堆很棒的相片，然后呢，我想分享给你。我想分享给你，或者我想分享到我们一个社群叫做什么新传师，我们有一个新传师的社群，有吗？对不对？各位有在里面吗？有在新传师社群里面 ，FLINE 哦，群组里面的举一下手，好，手放下。如果我去玩，然后呢，我把我拍的一张相片上传，各位搞不好觉得无伤大雅。如果上传10张、100张，马上有人就会说不要在这边传。有的还很凶，本来就应该很凶啊，浪费我们的频宽，浪费我的时间。手机被每个人都叮咚叮咚叮咚，全部手机都会叮咚叮咚叮咚，只因为你传了100张，我觉得很棒的相片啊，我真的很珍惜，想对各位分享啊，表错情。但是如果透过这方式分享的时候，其实它可能是一个连结，你懂吗？我最棒的，我旅游的相片在这边连结，要点的自己点，不想点就算了啊。这个时候就是点下去就有100张相片，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这个就是通过相簿再把这个贴出去。老师，我就想人家我传出去就是一张相片，而不是一个连结，那怎么办？那可以啊，要看对象。那个对象搞不好可以接受你传一张相片、2张、3张、5张。那大部分在公开的版面上面是不允许的，大家会觉得很讨厌的哈。所以这时候用连结可能是一个给连结什么意思？按下去才会看。一个网址，要了解吗？好，所以如果放这边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网址的方式去传相片。再来是美术拼贴，各位知道什么叫美术拼贴吗？各位知道什么叫相片拼贴吗？好几张相片啊，对，好几张相片组合成一张，对不对？很多人都会做，还会在上面加上一些图案，对不对？这都不是我上课会教的，我都不会教这个啊，吊你胃口啊。但是我只是跟各位讲说，为什么相片拼贴我必须自己做？废话，你要分享的啊，不是啊？为什么电脑不会自己做？等到电没啊，
广告不是说等到店的时候吗？店会自动帮你做，我只是把相片发传上去，他就自动帮我选几张相片，帮我组合在一起，跟我说：“哎，主任，手机讲的，哎，主任，我帮你做这张，你满不满意？好，满意，按出走，就这样。”然后就把这个通过 LINE 分享出去，不就是这样吗？这才叫智慧型手机。老师，你意思说我的手机也会做吗？你手机当然会做，只是你不知道启动它而已。那东西就是叫做 Google 相簿，那不就是一个相簿吗？相簿的概念就是把相片储存进去吗？没有错，没有错。但是它是一个智慧型的相簿，它还会自动依据你的喜好，你是主人嘛，对不对？它会依据你的喜好去帮你整理你的相片，这叫 Google 相簿。老师，我的手机当中还有什么 HTC 相簿啦，数字相簿啦， Samsung 都有给我，我以前都是用那个相簿，它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它当然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才说你必须用风车。这个东西就是说嘛，我可以用，我去菜市场买菜嘛，我可以骑脚踏车去，也可以骑摩托车去。我们家只可以有一台脚踏车，或者只可以一台摩托车，还是两个都可以用，都可以有了，对不对？所以你的手机当中，你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相簿，打开看，其实感觉是差不多的，只是这一个风车的相簿，它有会帮你做一些后面这个动作。那这动作不是透过你手机做的，它是透过 Google 那一朵云做的，懂吗？因为那一朵云很强大，所以它就会帮你做一些东西。Google 就想要用这个方式打败其他的相簿，它想告诉你说，你手机当中其他相簿，通通都可以把它删除。删除之后呢，删除相簿，你的相片还会在，知道吗？相簿只是一个资料夹，资料夹不见了，但是里面的档案都还会在。好，所以你可以删除你的相簿没有问题，但是你可以用这个相簿去取代你手机里面其他相簿，为了达到这个功能。还有第六个叫做共用相簿。我们昨天去南投一日游，现场好像没有人昨天一起去的，没有，对不对？但知道有这个活动吗？不知道，对，应该是否社大的志工老师们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你也会办活动嘛，对不对？各位有参加活动、办活动，对不对？那办活动是很多人都在现场收证，那拍照就开始赖你赖我，我赖他，赖来赖去，最后就搞不清楚，我到底赖给谁了？还要从自己的赖的讯息当中去找，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共用的空间嘛。如果我是主办人，我一开始就会说，各位伙伴，今天我需要用各位的相机帮我拍一下现场活动，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办这个新传师的活动，我们需要有一些相片来给各家事务局，但是我们就讲，就是老师们自己拍，拍完之后直接上传到上面，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别人上传的相片，那这样不是很省事吗？谁拍谁传，一定有人很热心的就会拍一堆就传，那我们工作人员是不是就省事很多？反正就有一些相片可以用，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活动主办的，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跟大家讲说，有一个共用的项目，请大家把那个传上来。这是我们三个会教很多人的，懂吗？好，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相簿，但是这个东西光是一个相簿啊，的讨论时间就可以很长，实作时间就可以很长，我们已经等不及了，赶快看怎么玩。好，各位看到这个画面啊，你看荧幕也可以，或是看电脑也可以啊，或是看都可以。首先这边有一个叫做风车相簿。请你现在就打开你手机当中的风车相簿，好不好？用讲的也可以，用点的也可以，反正打开这个风车相簿。打开之后，有打开风车相簿吗？左上角有看到三条杠，有没有？那三条杠我们有一个名称叫做汉堡，汉堡 hamburger， 汉堡。为什么汉堡？汉堡就是三层加在一起，对不对？那三条杠那叫汉堡，请各位点一下汉堡，风车相簿里面的汉堡，不是点你的早餐汉堡。风车相簿打开之后，左上角三条杠点下去，你会看到我的第一个图，有没有？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设定，有没有看到？来，请你点一下那个设定。风车相簿打开。汉堡点下去，点设定，设定之后呢，你有没有看到最上面一个叫备份与同步设定？
处理哈，请你点一下备份也同步处理。来，请各位看一下。